大家好，我是薇薇。明后两天还有下个礼拜一5月18、19和20号的星座运势，到底如何？赶快来提醒你，有三个星座运势非常旺盛，在这边要恭喜你了。首先要恭喜金牛座朋友事事亨通，而且做任何事都得心应手哦。天秤座朋友也不赖，可以遇到理想中的真命天子跟真命天女。射手座朋友更是好运当头，尤其偏财手气更是旺到不行。不过三个星座运势弱一点，这边要留意了。摩羯座朋友要特别小心，在心情方面有一点忐忑不安。水瓶座朋友特别要注意，对感情特别没有安全感，而双鱼座的朋友在感情上也要特别谨防他人介入，自己的情绪方面也要管理哦。另外，朋友星座幸运数字和颜色在这边提醒你：火象朋友是橘色系，最佳数字是6；土象朋友是蓝色系，最佳数字是2；风象星座朋友是绿色系，最佳数字是4；而水象星座朋友是紫色系，最佳幸运数字是8哦。